在这里发现一个水洞，看见没有大家，我估计里面肯定有东西的。现在蚯蚓挂上钩试一下，哦哟，嚯，好凶呀，嚯，这家伙好凶，哦哟，嚯，哇，好大，呵呵，我去，下钩就咬，你看这么大，我去，像蛇一样，哼，都没反应过来，你看，下钩几秒就上钩了，真是太过瘾了，真的是，看见一个水洞下钩就咬，看见没有，过瘾吧朋友们，正宗的土黄鳝，差不多一两半左右吧，看见没有，下钩就咬，几秒就上钩，嗯，过瘾。